陕西特产有哪些？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。那么陕西有什么特产呢？一、羊肉泡馍。羊肉泡馍是陕西最著名的特色小吃，其味道鲜美，肥而不腻，肉烂汤浓，香气四溢，让人食后回味无穷。二、肉夹馍。肉夹馍是陕西最具传统特色的食物之一，吃起来皮酥里嫩，爽而不腻，集鲜咸香于一体。三、岐山臊子面。岐山臊子面历史悠久，汤味酸辣，筋韧爽口，再配上黄色的鸡蛋皮、黑色的木耳、红色的胡萝卜、绿色的蒜苗等，既好看又好吃。四、西凤酒。西凤酒是陕西名酒，其清亮透明，醇香芬芳，清而不淡，入口甜润，有水果香，尾劲味长。另外陕西还有镇巴腊肉、嘉县红枣、临潼火晶柿子、汉中仙毫、太白酒、临潼石榴等深受人们欢迎的特色产品。